اهلا بكم اعزائي المشاهدين، مرحبا بكم في الموسم الثالث من البرنامج الوثائقي توقيت فوجيان. انا المذيع امين، ساخذكم معي الى فوجيان لفهم فوجيان. التنوب القديم شيء ياتي بشكل طبيعي، والمواد الداخليه من التنوب القديم كذلك تاثيره على البراعم التذوق كلها مختلفه. انها لينه في الفم تماما مثل رجل العجوز يتحدث معك. لذلك اليوم دعونا نذهب لتذوق نرجس التنوب القديم. لنسن شيا تايدو جو تا يشيا تايدو تا رو لنسن نفوي تا جيني دوسا تا فانكوي جيني دا يس دوسا. 所以做茶一定要像对待自己小孩一样耐心用心和细心。我是李玉斌，武夷山新生代茶人。现在我们喝的是老丛，也是很多的资深茶客非常追崇非常喜欢的茶叶。那这泡茶是古韵重香。那古韵重香的话呢，古韵 那这两个字呢是当年乾隆皇帝说的一句话，就重武夷品最佳，香气清和坚骨梗，就是古韵这两个字了。他是第一个喝到武夷山古韵的人，所以把这两个字取下来。那重香的话呢，老重是天然自带的东西。那老重，而且它的给你带来的内置和内涵，包括对味蕾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喝到肉桂呢是比较烈闷。 老丛呢是绵柔，就像个岁月老人在跟你聊天的感觉一样。来，我们开始喝它。肉桂呢，它是属于叶形的小叶种型的；那老丛呢，它是属于中叶种的，比较大一些。所以条索呢，待会你会发现到肉桂是更小，叶形更小，老丛呢是叶形叶片更大。啊，可以看一下。 它的叶子呢，就会比肉桂呢是更大一些，因为它的采摘的时间和肉桂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它采摘时间呢会比肉桂更迟一些，它叶子呢也长得更大一些，叶片更大一些的，它的韵感呢也会来更强一些。你闻的时候就闻到一种岁月的感觉，好像是一种青苔，然后带一种粽叶，带一种木质，都可以闻得出来。你喝进去，回甘也非常快，而且那种青苔味，青苔味我觉得是像更像海苔的感觉，海苔很多人吃过。 就在那味道，其实这个是属于地域香，这属于地域香。那工艺香呢，你再仔细喝一下，这茶汤里面呢，它会带点水仙那种略带花香，略带花香，这个花香不太明显，因为老丛它毕竟是时间比较长的树，到70年、60年、70年，甚至300年老丛，那种岁月丛的话呢，它的。 工艺香里面，它更多的带的是我们说的茶本味、木质味，你可以感觉到木质味之外呢，然后还有我们的花香、糙米香，糯糯的，很舒服。回甘也好，在味蕾的冲击也很剧烈，所以一把好的老丛，你可以慢慢感受一下。 个人理解来说，其实树达到50年以上，它真的就会树叶的采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是随着时间越往后，上百年的是最好了。但是到50年以上就会出这味道。而且呢，这老丛很神奇的，我们有像阳的老丛和像阴的老丛，坑进的老丛，它的叶形。 和这个树干，包括树干的寄生物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向阳的老丛，
它的枝干上面它寄生的东西，它就不是像须状像胡须状的东西，它是像胎一样的依在上面的。那这种茶叶的话呢，就会木质会更多一些。如果说是坑涧的，就完全不一样。这泡茶呢是产自天坑，所以这个位置的茶长老村，它变成坑涧茶，它就会带一种我们本地话硬朗，就是阴阴的感觉。你喝进去就感觉到这个茶，它会带一点特殊的清凉，但这个清凉感和肉桂的清凉感是两个不同的。怎么说呢？就像是，一就是很稠，然后呢，味道呢好像那种带点粽叶的味道。而且你在后腔多停留的时候，很快满口的回甘，舌底明泉，很舒服，香清甘活，活在这香这泡茶里面特别的淋漓尽致。其实水仙这个茶叶在武夷山是非常老的品种，虽然它的母树不在武夷山，是在离武夷山大概七八十公里的地方啊，晋阳。但是从古代应该在清代的时候移到了武夷山，然后在武夷山发扬光大。而这水仙呢，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它并不是像肉桂那样子来的直接，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是我的感觉啊，就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子在给你说着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你喝的过程中也是那种感觉，就是中庸，并且在中庸里面带着一种智慧在里面，可能说的比较独特一些啊。这个汤色现在的话呢，你可以非常的透亮，而透亮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是做清火的茶是黄色的，如果煮火茶是红色的，像琥珀色的，它是介于黄和红之间的一种颜色，这就属于我们说的文火慢炖的茶叶。那这种茶叶的喝起来呢，它既没有我们说的炭火的味道，同时呢也没有那种太深的味道，喝起来呢就很舒服。其实我们炭火在烘焙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把茶的没发酵到那一部分通过炭火把它转熟，所以喝岩茶任何身体都可以喝它，而且当你喝上它的时候，你会爱上它，老虫更会爱上它。会懂得交流，这一交流起来，那就是有各自的思想就不一样了。有句话叫做旁观者清，当你站在第三角度上去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参加了这么多赛事的时候才发现学无止境。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茶叶有三个字叫茶无界，
茶是没有界限的，你只要是用心，商人心必有无私，这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要去做的事情。أواق نرجس التنوب القديمة على شكل أواق كبيرة، ووقت قطفها سيكون متأخر عن وقت القرفة، وقافيها ستكون أقوى. وعندما تسأل يمكنك أن تشم رائحة الوقت والرائحة الطحالب، وكما تحتوي على فطائر الأرز برائحة الأوراق ورائحة خشبية، وهي من سمات نرجس التنوب القديم. شكرا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وتفضلوا الآن بمشاهدة برنامج أمين في فوجان. قال لي الأستاذ يا جبل وي هو مكان هادئ. كمصمم معماري اختار القدوم من مكين إلى جبل وي فقط من أجل دراسة أكثر شمولا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صوت والناس. يركز على البيانو وفهمه للأجواء الذي حوله، والتكامل مع فهم مصدر الصوت من آلة الجوتشي، وخوض تجربة في آلة الشرقيين. كان وود هون يوان هدية لنفسه من المعلم يا بعد انتقاله من بكين إلى جبل وي. تم دمج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فنون الشرقية هنا، إنه يأمل في تحويل هذا المكان إلى غرفة من معيشة لمحبي الجوتشين. 这几张琴，它的外形和结构都不一样，发声都不一样的，你可以这样试试。 这个手这样勾，然后这样推，就这样，这个手，一个手是勾，一个手是推，这个手是推，对，按紧的推。我好像可以学到了。我觉得应该你可以学的，我觉得。 الأنواع المختلفة من البيانو لها أصواتها الجميلة. في اللحظة التي أقطف فيها الأوتار، عندها أستطيع أن أحس بسحر آلة الجوتشي. 老师，你就是来到武夷山制作古琴，和北京相比，有没有新的灵感或启发呢？其实我在北京做的时候，开始是没有定位的。在北京做一个环节的时候，是做到一个就是所谓是松而不空的概念。来到武夷山的话，我就是做到死而不死的思想。 老师，你生活方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有做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琴，或者是刚刚做试验完这琴，我觉得我会第一个是向我妻子交流，我这个钢琴是真的很好，你要么你弹弹给我听听。平常是就这种交流。老师，对你来说，北京的生活和武夷山有什么不同？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我喜欢是它。
跟我要挑战，当我不明白了，从不明白到明白的过程当中，我是喜欢找这个点的时候。如果让我停留在没有挑战性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经常喜欢去挑战自己。其实在认识了叶老师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很积极，不管在哪里都保持着一颗孩子般的好奇心，对有挑战的事情愿意自己动手去折腾去研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所爱的中国文化上。其实我很受感动，因为他让我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了。